始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。专门咧治疗着新冠病毒的中药粉，清冠一号是大欠货，甚至有健康的民众当作补品抢买来吃。中医师讲，清冠一号唔是保健药品，那么为着病毒摕来吃，会过度来刺激着胃肠，卖予免疫系统出问题。而且清冠一号药性偏凉，那是胃肠较歹的民众，食食咧可能会闹泻，啊，脾胃较歹的囡仔上好嘛卖吃。中医师讲，会根据着个人的状况调整剂量。用十种药材做的中药清冠一号，伫咧市面上真少吃。那较轻的患者要啉，无病的大人嘛买中药粉，互囡仔做伙食保养的。中健体系中医医疗发展调一前，黄志宏就讲，清冠一号唔是食保养的，患得无感染，安尼食，那可能会刺激胃肠。买后免疫系统出问题，比如说可能免疫功能不全的人，好比说有自体免疫功能问题的人，这个时候直接就是没有经过医师的判断，就直接自己去吃清冠一号，我想这是不好的。是因为小孩子本身脾胃就比较弱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建议乱乱吃什么。清冠一号不是补药，因为药性较凉。那是胃肠歹民众吃落去可能会闹塞。目前为止，在我们在处方这个清冠一号的，的时候呢，病人的反应比较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就是说，除了有的说啊，少部分人吃的胃有点软便之外，其他没有所谓的其他的特别的一个症状嘛。中医师强调，卖认为清冠一号是美国仙丹，高风险族群那是要吃，嘛是要中医师看过较妥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